你这都是什么垃圾？怎么怎么怎么那不是你这我说你这都是什么垃圾？那不是你这我说你这都那不是你这给就过去。高度。啊，那个是，嗯，但答应我做，但等的，嗯，他开始我做的江州写的，等的怎么的答应我做江州参的逻辑接着我的，那我们之前啊讲到了一些皈依的内涵啊，所以呢，从这个正受三皈这边啊，提到有关于皈依所要做的一些前行的一些加行。他等等的小乘些呢，最多小乘，就是这个过多呢，答应呢，他多呢，讲什么答应呢？你的次差生，那么过去，你蹲到的讲什么？谢谢你的这个多少的。那接着呢，可以看到46页啊，不一定我们会完全照文字解释，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就内涵，啊，大概这一段的内涵是什么，然后呢，来解释给大家。当当地时候，当我做都差不多答应了，大概的，我做就一主要事情的开始是写个有了，但主要事情做了的，但主要事情的可以一忙不起来的呢，就是有嘛东西了的，一起了的呢，一起起然了的呢的，就得就的，就少年的有嘛了的，就等于就才能写完呢。那所以在前面呢提到就是有关于观想资粮田，那观想资粮田的部分就是随个人的能力而来做观想，那最主要是要策发起皈依的心，所以当在提到了皈依佛，这个时候应该要做什么样的祈请，皈依法做什么样的祈请，皈依僧做什么样的祈请，所以前面说了相关的这样的道理。他等于什么？当我做到去，给我跟给我给我嘞，啊，你没给我给我定个嘞。他给我当给我给我当定个时间点，过节忙不起来，天天都得有嘛东西了。因为节气了，天天给我给我时间去加油嘛嘞。节气上了，天天都得给他，啊，你给我定个时间点有嘛了他。那之所以要皈依，是因为想要获得快乐，并且想要远离痛苦。那我们要进而去思维，获得快乐的因是什么？获得产生痛苦的因是什么？所以从因为的角度来思维，才能够真实的承办离苦得乐。那等于是的，等于什么当？当我做那定业生意的，怕去放弃了哇？第二生意的我做足够了哇？那因为什么呢？第二个难路得了样其中咱们这有了，但第二去全部当都全部等于有的，样去难路那障碍等于样，就个第二可能个难路那样困，而跟咱们这是盲目程度的。那有关于快乐的种类很多啊，很多种不同的快乐啊，有一些快乐是会有副作用的，那么有一些快乐呢是真正的快乐，那有一些快乐呢是下列的，有一些快乐是高尚的啊，所以痛苦来说也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要先了解痛苦为何，快乐为何。等你这什么？但就，但就，另外呢，拿了那都全部当是答应，都其中用我的过，其他给我都其中等这个呢，用给要的。等你怎么当俺做，就给我说的怎么当给我都全部是啥呀？当，给我这但就就都全部用呀？当是全部用等这个也给我都全部是啥呀？对的，还是个给全部的，说了偏多全部了的。所以，如果要获得强大的快乐，相对它的因，就必须要种下这个强烈的善，因为如是因感得如是果啊。所以，如果我们种的善是微劣的，那相对它感得的快乐也是非常轻微的，而并不是非常
殊胜的安乐。那这等于什么呢？我说，一个我开始杀人呐，俺们都都去玩用过的。到底这个等到的还过来的，别个全部的开始人，对其他就会要不是用来从别种去玩那样，一个我都全部的杀当的，说说蛤蟆怪呢，要说说咖喱椒呢，别什么苦，你话吞这个嘛的话，等于什么的，这个给我就都全部用来的，一。给我都这么干干啥过来？那就说说个，当不哈过来的给切切的。那哈过这边如果，那说说我意思，他娘们家的，他给切切的。所以知道如是因感得如是果之理，也就是如果能够造强而有力的善，就能够得到强大的安乐；如果是造轻微之善，那么就获得轻微之乐。所以，我们是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安乐呢？因此呢，在获得安乐的因，就能够去思维说自己要种什么样的善。等于什么？当阿叔当的他讲多些个哟，他讲多些什么了？观众什么他讲什么讲多了？等于什么了？可做啥啥个业的他？观众什么查的什么了？观众什么那边他给为了看这些呢？他给为了他都全部讲讲查个哟的他。所以我们现在提到有关于皈依的内涵，因为皈依来讲，它本身就是善的体性，并且呢是殊胜的、强大的善的体性，所以借由皈依而来累积，强烈的、强而有力的这种善业。当然，就是当这个讲究是什么了？他工作了，准备去给为了的，那个加薪多少时候？他工作了，我顶个他他的，你加不多少就够。假设罗当说的，他上车要的，出发票要的，啊，你这些样子要的，他上工作是那边比他高，专门的忙不死个要了的。那借由皈依而能够累积殊胜的善，皈依是一种殊胜的善行。所以要如何皈依呢？皈依的方式很多，有时候呢，我们会借由礼拜、借由供养，以及。借由这个种种的这个对于三宝的诚实嘛，所以众多的皈依法则当中，以什么样的方式而来做皈依，也是我们要了解的。那等于什么？当当阿祖开上当的如才就这样，但都是就早上都是供，安尼早上供太弱了，安尼喇嘛拉加珍珠，三杰拉珍珠，七拉珍珠，金拉珍珠，但等于讲不晓得怎么了，安尼早上个大土观念机。这些等的叔叔，我难道是抱着大叔的姐姐，第八当这爸妈大姐，那叔叔被立的为难着，差呀上不去当姐，那爹妈是那叔叔的了，那几个当托被冤的当，那等的忙不是叔叔了，托把当，那叔叔虽然不用啊当，那没把吃的，等这个上路忙不是当，当个的卡上啊做，其实是第四多少了的。那之前的课程里面。过去的课程里面也有说到有关于皈依的方式，那皈依的方式呢，可以借由观想自良田。那借由观想自良田，观想自良田就在我们的顶门之上，从我顶门，接着就是放出甘露或者光明，来令自身能够完全充盈或者充满。当自身完全充满甘露跟光明，就是由自良田所流淌出来的啊，这个甘露跟光明，那将我的罪业完全能够净除啊，并且呢，由这样的一个皈依跟祈祷，能够让我的正悟功德啊辗转增上，未生能够令生或者新生，已生的呢能够辗转增上啊，并且能够去除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罪业。转而代之的呢，是一切的安乐。那当我们在做这样的皈依跟祈求的时候，也相关的这些内涵呢，也一起做观想。那像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之前在课程当中也有说到。那等于什么？他开上还是出生过的什么？他就那么来讲说，要么他出生个那罗喇嘛的这个，刚才的什么？他按常见来讲说了，怎么样出生个？这个他这个上级当等你这个你这是把等你这个六个三路当这所说他这个你个这把大家当你这把大家三路当进度啊他给这个电话他给是等你
망부 하마고에 나줘요 말 다가 들이 망부 살로마 다다 초성고 아니 초성 차성 듣가네 아니 드스파제는 순고간도 빠지다 드바다다 다송 삼제네 벨리테 오나 차성 때 배상로 희첨부 당제로 왔다 배상로 타제지 당 아니 디주고라 따지 양치 수수베 수수기 길라니 지 똑베 연된다 아니 수수 세랑모로야 당치 내메바자 던디게 따페 신르말이야 토송 삼제 수베 때바 때보지 들이 양당 양도 주제나 아니 따티 페인트 토와라다 무스기 캡처 무슈요다. 所以在教授文当中提到说，观想自良田。那观想自良田有观想的方式，如同教授文所做的介绍。接着呢，提到念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有时候我们会在念诵皈依上师啊。那当我们随着在念诵啊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如同教授文当中提到要做什么样的祈求，要做什么样的观想。不过这个也是随己力能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当中可以做的话，那尽量的去做观想。那藉由一边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边呢对于这个资粮田来做观想，然后呢祈求三宝佛陀的加持。有猛力祈请的缘故，所以呢观想呢从资粮田的这个佛尊呢，那么留下甘露啊，令自己所有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罪业都能够净化啊，所以呢提到这样的一种皈依跟观想祈求的方式。那等地是的，等地怎么的？他都是产生个早晚的搞的是那个第八等一切的些他们那种啊，他等地有的给钱不修的是，他等地有说第八等别的一切的修完这书记，他工作前什么钱的别的。susu ti jacha jathipi ke na ani chamru re jena ya sola ji pento siu ji yore temse yang ko matsin de na yang ko su ji ta ji yam sa bo tani pe mabu chong ya do de 然后在做这样的皈依跟祈求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保持那个虔诚的信心。那当我们对于三宝具有虔诚的信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这个这里所说的一些做法，譬如像说念诵皈依、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等等，然后再做结合这样的观想，才能够使我们借由这样的修持而达到真实的一个效果。对称的，但等利用的对称的，但内巴杂杂做那些，但内巴被拿萨提婆些去安静造念的去。拉起我们路，他经常面纱有嘛嘞，面纱那偏头有嘛嘞，本地那边的，他是日开始就本地他用不到，等于怎么他做他从那些，他经常去去中央本地纱呀当，前日子刚发纱呀当，等于现在，那都是别种子，等于现在经常偏给了怎么，他可能说那边的那边这些话就等于现在怎么了，被那边漳州人等于被干啥搞当上忙不同样多的，知道的，他做那边当他那个线路对了啥？并且皈依的胜利当中也提到说，借由这样的皈依能够令不管是这个疾病或者是干扰都没有办法对于我们产生损害。假设自身有疾病也能够借由这样的祈求而得到这个净化。那所以因此呢，可能就很多人也会念诵一些不同的咒语比如像说念诵这个观音的咒语或者百字明的咒语等等，那藉由这样的念诵希望能够去除一些疾病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修念什么样的本尊法，念什么样的咒语一样，它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对于我们正在念诵的当下，我们对于这个殊胜境，对于三宝的信心。那等你等你怎么的叔叔个讲论都是怎么了？俺们就三百多嘞，几了万多嘞，就他第八的这几个，他第八然后就俺们就本地都是没上交的，讲论啥的，本地就那叔叔白偏全部用过了，俺们就就上菜呀，当他讲论就可以了。第二是他妈就了，后来就那三路也不当起，三路也不当起，就只要得白给什么，三路也不当起，这那这最娘娘是没事，妈就完了，计划的他都全部收场住了，得白给什么的。
所以我们自己在做任何定课的时候，如同课堂上所教导的这样的一种观想的方式，是要结合一方面做思维，一方面观想，那徐徐的慢慢的来做祈求啊。所以在做祈祷，祈祷的时候把心静下来，再带有虔诚的信心为前提，然后徐徐的不急躁的，那么来做观想，来做思维，这样一来才会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些效果。首先，日主世界地方的等级程度啊，它三级制度出生了，三级八度那家什么？这个就是怎么了？它被出生的话呢，都是都所属的里个就把产生到啊那边去，它观众们深入产生是脱松三级三路当下是最多，第几级？啊那第几个了？大概人生就有什么？你罗拉平时三级地方说了怎么了？羊，就它上去个身体的功，啊那它有它有功，它就出生有了，出生呢它就。三级各等的嘛，安尼就说说拉腾，安尼说说三级中的差松三级，等的三罗大呀，当对嘛是被甚至他们这了，等的个大姐各等的个，他们这安尼甚至他们这就三级下届都把等的九松三百呢，哦，也会要这个多，等的什么高的样，等的几天呢也会要的。所以就像说在页数的话是48页啊，这里呢就有说到。甘露流入于自他一切有情身心，然后呢，尽敌所有罪障，无余清净，身体银彻为光明自信，一切受命福德教成功德，悉得增长，自他有情啊，都得到三宝的加持啊。所以呢，就是在做刚刚所说的这些观想跟祈求以后，那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受用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实际上的效益产生，而这跟最根本来说就是虔诚的信心。那等你去，等你什么的，读书接听呢？被养活起来了。那等等第，等你进度啊，等等第，开始什么？小城考完多了，那他就只，等你进度啊的，你考的可能就是那哦，但小城等你进度啊的。小城，我这坦白讲呢，但是原来东北生意是多，但是被没事的开始没，当你听人讲村的，就人把的说，但是北上交的少开始个，但是原来东北生意是多的，被开始没的，我就多工的就先解决了，后来解决了。然后从这个应该是第50页嘛，第50页呢就有提到七支的部分，那我们之前也有大概。有说明一些有关七支供养的内涵了。那七支对于我们尽罪集资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加行法。当我做，等等的什么，但第一个是阎罗登巴是也是多，阎罗登巴的，这当个他的招魂的人，当我做那边阎罗登巴多样些，他上车哇，车牌哇，那那这些样子哇，上车把当车上小把当这些人可是做呢，有啊，中车当个做，他们就总会上车去帮我，但阎罗登是要的，等招魂招的他。这里怎么的？你阎罗殿的他，阎罗日日来他哈正个偏全部的。这里怎么的？叔叔阎罗殿个娘子连这个那个偏嘛是的呀？过来，啊那阎罗殿不差正娘子去嘛？他那那几个你，原来几个他们娘子怎样？哈正个当的偏全部的。那七支供或者七支供养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来说呢，它源自于经典。并且呢，在密续当中也都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加行法。七支供养来讲，一方面呢，它有净除罪障的内容，也有累积资粮的内容，并且呢，令这个福德可以辗转增上。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七支供养呢，可以说是必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加行法。那等你，等你怎么当？但是既然不去拉人去那等你送药了当我出去去别下子罗拉人过那别下罗拉人嘛对吧去啊你去上路当那样是的蛤蟆过去滚掉那样滚掉后面就等你有的也知道吧但等你有的什么了得说了去说说去上路也不去啊当他去说去了不过去啊他谈论也是的可是呢他想了点去他给我说他想去不去工作了点别给我说的他也是的了有的等你怎么当我说工作那天别当给我上当的干什么？在阎罗殿把工的错上当的了，当的谁就对了哇？
那七支供养极为重要，包含在宗喀巴大师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有说嘛。就假设呢，我们听闻啊没有办法持闻，思维又没办法解义啊，那修持在相续当中没有办法产生证悟，这个时候呢，要借由什么？一福田力啊，就是对于殊胜的福田而来做供养，是非常重要的教授。那对于福田做供养，就可以含摄在七支供当中来修持。等于什么呢？地农路上的什么呢？东部江州先生多的，江州地的等等地，我做那都几十人多等等地，都是估计几十人。地农路呢，沿路东部的东部的江州这些人多，工作了，对比江州人这个多，那你坐上了没？这江州现在这个多。你个人的吃不了嘛？但是么，他就江州这些的人多，他说。那在本文当中，他是引《空行母金刚宝藏序》啊，那提到的这个有关于七支供的部分。那我们不管是依这个序部所说的七支供啊，或者是普贤行愿当中七支供，其实都可以，只要带有七支的内容都可以。那对的，等于什么？等第，等到第，南京的元老等把当，第是蛮多话很多。但是那样，南京的元老等把当，第你吃了这顿呢，就，但第呢，开始，等到南京元老等把当那要了，他蛮多话实在要买。第是这个要了，他，你怎么了？南京的俺都元老等把这当很多的，上菜把当，桌上小把当的，南京就要了的。那第像说，也不哈过那了的，就。지금냠내치마시서니요마다요마레아니냠마타바냠내치나지카마카시카마장아노라차동차로그래빼켜내강해켜니요마레다강해내와가서아니카마장아노라기와또치뭐잡아또마려다시우사케요대자만티캬조데또나치려와다오옌노드마스는데카르옌노드마티카지냠내치고데캬조삼로스당도공아초옌노드마냠내치당시에그라아니좀상니나니네这样做汤马西尼面子，汤马尼尼面子呢？啊，你讲没吃过那粗钱不修的，这样做啥子个样了？别给钱不嘞？那这里所提到有关于七支供的部分，跟一般我们常念的七支供啊，会有些许不一样吗？那如果已经习惯一般的七支供，啊，那就可以念诵一般自己习惯的七支供养。那一般的七支供养文当中是完整包含七支的内容了。那念诵七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那最重要的是每天都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念诵这个七支供，随着仪轨呢那自己去做思维。那等于是什么？等于什么呢？那南京阎老等不得其实呢阎老等不得干的다초성금트나초성금난저그래초성계속금마트나소수그지상지촌들의코랑삼로땅난저그래제니즈삼로땅난저그래단지삼로땅니스도스단지삼로땅아니상지트라메파들이요삼지단지삼로땅와아니샥세야되래다때당부되다얘로당부되那一般七支供养，第一个它会有它的七支的顺序。那第一支来说呢，就是要先做礼拜，礼拜呢是七支当中的第一支。那上次我提了，但这里怎么能按照上次我提讲的，就理解上次有的，那个上次有，以及上次有的，但讲说就研究面理解上次呀，然后就搞对用过嘛了，对那样一个多代把之外呢，代把黑钱不接，工作钱是代把黑钱不接呢，第一级讲不着的。아니이게상란조그래아니지양리그상태상태땅아서남기상태상태라다땅어기상태상태지다나는돈반도야땅다들라지잠조제들이나고어기상란조라다那礼拜又可以分为身语意这三方面的礼拜。那身礼拜就是一般最常最普遍的以身来做大礼拜小礼拜等。那语礼拜啊，就是以这个口或者是语啊来行赞叹。那意礼拜是为根本。那等于是你怎么的？当我做上车的怎么了？当我做南京上车的怎么了？就是讲上车啊，他跟上车人多的，你怎么了？让所有上车的呢，讲上的车外呢，让别人全部有了呀。
生礼拜当中提到有所谓的大礼拜，大礼拜就是五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手脚啊，以及我们的头啊，头的这个眉间啊，都可以碰触到地面。那以这个五支全部身体伸展的这种礼拜是非常殊胜的。非常的阿祖，上几个词外呢，到底就出书我呢，上路呢，他就呢就上路呢，马上就做了。他非常的速度，上几个词外呢，但离个其中就有了，但离个其中个这个单。对他如果长大年被他就偶尔都是对着呢往这世界杀人的把这忙不忘手了的他离个小子台湾的离个其中的他杀下去有了对你妈都是在家外呢把这忙不忘他对他如果长大年被了的那就苦力界教会教练天等这个他就给我都这么杀个时候的这当时呢苦力界教这个教练不来样把汉山也他给我都这么杀活了이나야샥시그차와이나다샥차다산지군산지인디사말라다코샥시그차와이나다덴디가드차루지당당냠베다쿨로지지기와렌투야가디기와디사카세고라디항상편차보라다所以像说以生礼拜来讲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去行礼拜的时候那身体它会有覆盖面积啊所以凡是身所覆盖的面积那大地有很多的尘土所以每一个尘土都是可以把它再分析为有很多的微尘、啊、很微细的微尘所以随着这个微细的微尘有多少你覆盖到的这个大地的微细的微尘有多少那每一个微尘都会成为它的这个福德啊会等同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的这个福德所以由此我们覆盖多少微尘那么就有多少的福德因此可以说是非常殊胜的那讲说上次怎么他这个便宜的有啊其实他固定的行差是多那上次怎么了卡里有了怎么了被叔叔单单能够立这个上次有了他被三路能够被立被他上面把等这个上次有上次他等你才过的时候等你才呢上面把上路当你的什么了？得到两百样数字给我，很全部都给说过。然后像这个一上级那样，把上当年把上面把等地有，等地来上菜有什么钱呢？上路得当过是吧？等于什么的，等地个上路你当这个地呢上菜的，叔叔光把这个呢，你得说老早老早占用过了的，像这个菜外呢，便宜的菜面把就都给有了说了。所以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除了身礼拜那我们内心也可以作意说我们所礼拜的佛菩萨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也化现为无量无边的身来做礼拜所以随着一身礼拜可以覆盖多少微尘随其微尘许有多少的福德而我以无量之身而做礼拜那由此会累积殊胜的福德可以说是不可限量的是无量无边的那第几个那第三个什么了那上次要的那甚至他们这那就偏白说那甚至他们这几个地方头发等等也这样那就等这个切的上次也上次甚至他们这就偏要切的那上次也上次给弄等这些有的那当地上次要的就上次要的偏特别大忙不会的过去的所以礼拜的时候不是只是单纯的这个身体这样子去做一个动作而已还有很多这些礼拜的胜利啊还有内心要怎么思维啊作意啊这个必须要注意到的这样子但上这个词呢理解上这个词呢上路忙不当然啊你说说了对男性的口感推行动等你怎么的说说上菜怎么了提了些的马甲后来接着啊你上路做些当那所有小食材呢？那并不是被养活的。所以，如果简单的一个礼拜，纵使可能三拜或者一拜，自己都可以观想说：“我化身无量身，礼拜无量佛。”那以很虔诚的信心而来做每一个礼拜，那想一想，这样是可以累积多少的福德啊？是非常殊胜的。那地里老温度啊，小菜上面一个上级的被他上面把地里那小菜有三米三六几几，那小菜呢，叔叔也那样被他里上面把小菜有三五地里几当，啊，你甚至他们这个就偏爱些的地里，但地里三六四，给吃些的三六四地里多的。
那这样的一个坐意观想也不一定说要把每一尊佛都想得很清楚，总之就是有时候心中有一种圣洁坐意，认为说在我面前虚空充斥着无量无边的十方诸佛，那我悉虔诚的并且化身，我化身为无量无边的身，那虔诚的来做礼拜礼敬。那如果我们每次都可以练习这样的一种礼拜啊，其实每一次礼拜下来都是非常殊胜的。那等于我个小子怎么了？就当我那江中都要当等于说，但等于怎么了？被家园的长没把个了，江中去，我去江中去，但叔叔跟那这李那样，但长没把个等于上路去。那你这样甚至他们这等于把这上路当过的就完了，当给李个小子当就完了。那以上就是对于生礼拜的部分。那接着呢还有语礼拜，那语礼拜的话就是以语或者以口去做称赞，对于三宝功德的一种诠释跟称赞。那一个小材料的告诉你工作了洋洋得把这样的他工作了洋洋得把这样工作去那你想到他们说谁说的那些那个当他的看见他工作的钱谁说的特别就一切当得把洋洋洋的上路当的一个讲不着的。那一礼拜的部分主要指的就是虔诚的信心，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对于三宝带有信心，那这个也就同时呢不断在做一礼拜。那等于是等于什么等于等于说呢在阎浪等帮呢小车与阎浪是你的但灵儿也是我小车与的阎浪等于等于怎么的讲说小车上的多难解的话是你的解码解解你你们这个你们这你们你们这呢所说这个码的雷后有的아니베니마제제다초사시오고보라기여라다所以如果能够对三宝于日日中行身与意的礼敬或礼拜，那想一想呢，这样累积下来啊，会累积多少殊胜的福德？那第一个，他阎罗尼瓦的根，他初辈阎罗的，他上界工作了初辈的了，他初辈的。那七支当中的第二支就是供养支，供养支啊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加行法的修行。但初八培的所说的初修是偏多个有的，但初八的啦，加上他这个初八的南庄忙不有的，他这个初八的忙不有的，但我从南边那去，他初八香呀当去梅多培呀当去三亚日培呀当，等这个他南庄。刚得了大事，说说了刚有把的，他工作了偏个，他等你自己忙不有了的。那于礼拜来说的话，于礼拜当中啊，就是对于三宝的礼赞。所以呢，刚刚提到的这个礼敬当中，平时呢也要多多去对于三宝来做称赞，是相当重要的。那有了这个基础以后，进一步再来谈供养。那供养来说主要就是指说对于三宝的供养，那对于三宝的供养不仅是财务供养，还可以观想的方式。那主要配的怎么样当个小孩呢，但是我说三亚的人东亚的人可以那去说说那去我的说说那的那也会有三亚的这可以那说不能这个有的那这样被这些蚂蚁把看到被他南卡看我等的朋友上的等的什么嘛也浪迹拍起了哇！啊，你拍啥个相机等样的被专门把等的了朋友上去拍呢？啊，你朋友都全部休掉的。那供养可以分为就是实体的供养啊，以及呢，就是意念观想的供养。那不管是以实体供养、观想供养。供养三宝呢都可以累积殊胜的福德，也有很多的教典或者是经典当中都有记载。那我出去那边那没多当对当打全没当打等你被那么多忙不给了，等你什么都差东被他被那么快跟我等你不给三姐三路那等你啊浪姐呢不给了他。然后当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同样呢跟前面在讲礼拜它的根本核心一样是虔诚的信心，不在所供物品的大小圣妙，而在这个信心。那等你等你什么的就他准备自己等你说的是女儿有些你这刚刚没有等你说女儿就不能用偏心不修的一样说了这样去
yang kalau itu kangen yora, tadi suku sih dosong tangge atau di kalau yore, nangge kalau yore, tadi sama yang tadi ini yang kote cigo mat, tadi suku kalau sih suku sih gawa mampu saja yora, tadi gawa mampu saja jute petan, si meto tang tadi pe tang tadi, tadi kan nambah lah se ya kecil wada, tadi kan nambah lah gonce petan, jikten kamu kangen yora, tadi kita coba rin drama jaga nambah salut tangce, ya peyana yang ti yaksi sih kita. 那在众多的供养当中、啊、就是除了这个实体的供养之外、啊、那佛教呢也特别重视就是观想的供养。那观想供养呢可以将供品观想为极为殊妙，那最好是两者可以结合，一方面做实体的供养，另外一方面观想供养。卡西南吉登利有了他哦，他就没想法的去他就登利出发的登利家中不得怎么了Aku ngah tadi si Euro China, ani ngah tadi si cerita tadi ke tingkin dongum tu saya tadi yang si rik tadi orang tadi sama tu su sendiri sahaja ni cikgu mah su cuaca ini su tu kelong dia, tangi siapa ni su cerita si namjian si gua cegi orang tu cacing si cerita zin drama drama ngoh samu tu meto tang tipe tadi pe namka kong tadi ngoh samu tang si ini pelai na tangi ke zebra ke zip dia juga dia nasi ke pe kalau tuh kau yor, tapi zaman dah ini cuma ni tu, zip itu kerja tadi kemarin. 那不管是礼拜或供养，并不是说今天啊，可能出家或者比丘才有这个，才有这样的一种闲暇，可以做，可以修持这样的法。其实，纵使我们不是特定的在大殿啊，在佛殿当中来行礼拜或者做供养。我们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那我们去行善，去帮助他人，以这些善行来做供养，也是非常殊胜的供养。我做南京的，是用这个做的，就这么来的。那就这么来，做我们的系统，但是我们是感动的，给谢谢做的，但是别忙不要的，都是常常如果是，是缺少缺乏这个样的，因为可能说你是真都是当时你是给钱的没有的，可能说。그런 소 칼라사야 시대요 말에 드니 잠말라 지가 진이 스피치 지기요 말에 이나 딱고 삼루 지기야 첨부 땅 잠말라 초다 또 첨부 정도 여러다. 所以供养不一定说自己一定是家财万贯啊，自己一定有很多的供品。就像说过去密日巴尊者他在山洞闭关修行，他身上并没有什么样的物质啊，在物质。这个低劣啊，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这个供养，累积资粮啊，所以大部分就是借由什么观想的方式，或者呢将自己的善根、福德等等啊，就是三十的善根啊，而来行供养。在讲说的，另外呢，就工作了就打球，包括说上多少，等那边培养点高多，历史要好修多，那等于什么特地什么的。당기시원한테망부삼던거다배드럼에빨때남카공같은데유삼제때배찬아씨계락준아씨계도감시매워야한테남카공같은데삼노다되게유삼씨삼노다에나아니기와또채무시고그래서마다초비지간이나씨바래배티삼마다망부삼노다는개심보리다所以在做供养的时候，对于供品，如果没有办法准备诸多实体的供品，那我们可以借由意念去观想我们面前的这个供品变得无量无边啊，变得呢充盈整个虚空，然后呢每一个供品呢它都是它的这个质地啊，它的质性都非常的善妙，所以圣妙的供品以及呢无量无边的供品，以这些呢完全虔诚的呈到三宝的面前来做供养。那接着我在阎罗等般的下车啊，等到出发票的像做三路药铺子当了哇，等你药铺子当，你肯定啊，等你娘们家的可是这什么工具等着呢？他妈就是他妈，你这那三路那被收查着了，那是刚进去的药嘛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譬如像刚刚提到说礼拜，那重点是意念的礼拜，供养呢，可以用意念去做观想的供养。那我们今天不管身处于何处啊，能够在时时日日啊，都能够养成礼拜或供养的习惯。那等你讲，等你怎么给当个习惯呢？那过七节完了，过七节当的也不是好过呢。过十五天别七节了，特别
흐대촌인다고말흐첨부수차로라이들이자마다상처와야난다초바페야난다그런건로당때야고지하거든백개좀물어다所以有时候佛法的修行不一定就是很自私的，有时候呢我们要懂得这个修持佛法的方法，如果懂得它的诀窍，如果知道其中的美角，那修持佛法是非常便利的。那第一个，那阎罗什么的，那第八相得罗的，第八相为阎罗相得罗的，所以就第八的没法做得罗的。所以七支供养当中，为什么说含摄了集资净罪的恶要处，也是这样的道理。那第八相了，第八。你们看这些呢，其中看这些呢，个别群呢，就所说的就但年不点子了，但可能是没有这个别种节呢，你们全部看这些呢，可能没法做掉了，到底。那么礼赞供养，接着呢说到忏罪，忏罪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过去无始以来，我们累积的罪业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我们也要相当重视对于过去罪业的忏悔。但第第八小的什么了？他搞的是三路日常个会了。当我做南边读经身边工地这边，这的什么了？三路日常是有了。第八了，九十几啊，第当九几？那你看，今晚的前面是啊，三路九几？那你第八大一些的，那这个大江都啥呀？当马尼啥呀？当等的九几？那你这个大上这个什么个样的？江都东呀？他太做了哒。所以前面呢，礼拜跟供养。主要是累积福德，那除了不断的累积福德之外，也要针对于过去的罪业行忏悔，那每天呢都在心中作揖，自己今日所造的罪业，那么在三宝面前来做忏悔。但是当时当地逻辑上当时的那个逻辑的话，他们是人大就那个第八修，现在有做这个所谓九八节，那些九啊都全部说怎么了被第八道了嘛，是被彻底了被。他被刚碰头的人，等你要被盲目用不多大。所以，能够将这个累积资粮跟净除罪障的仪轨都含摄进来，全方位的做到净罪集资，那么就是在这个七支供养寄送当中都有具备。那等你什么的，他告诉我，第八十二节的书，他就签的了第八十。越南的，他虽然我们那地方不少有，等你什么的，他书被签。都是家人啊，你叫什么苏拉？他没把你用过药了，等你怎么他从舅妈送上的三路铁西汤？他都说怎么能啊？你把这广州么能啊？早年这个面三路铁西汤，啊你你把大爷一切都他这个搞的都是江州的三路汤，啊你上这个什么三路汤？啊一家个人等你这呢？啊你你把这边打着他。那除了念诵这个七支供养文当中的忏悔啊的这个寄送以外。那还有就是说可以加上别的忏悔方式啊，譬如像三数佛忏啊，或者念诵总忏啊，或者是百字明咒的念诵啊，这些都可以加入我们修忏悔法的一个仪轨当中。那讲说等到阎罗什么的第八十当的好过什么的，那这样一来大家对于忏悔的方式是否大概了解？那上次我这阎罗子、除恶阎罗子、第八十八阎罗子、阎罗三罗啥了？他讲说第三罗子当，哦，他阎罗定有的阎罗当不什么的，等你等你三罗子当，啊，你这娘子领什么？等你等你娘子领过三罗，等你这还过啥呢？他讲说是忙吧，那就计划计划，他去计划是计划那样，还整个他计划都全部集体等你查核了他。所以忏悔的部分呢，可以对于每日所造的忏所造作的罪业去意念然后忏悔，甚至呢以此类推啊，对于过去的无始以来所累积的相同的罪业，我也一并做忏悔。那以上就是说七支当中讲到了礼敬支、供养支、忏悔支。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对于礼敬啊或者供养或者忏悔的一个习惯，那我们真的在此生呢，可以累积殊胜的福德。那第八了，他当个小农人，说第八节的九八节完了，哦，他六马松是九八的，他给全部修行收入。他这次嘛了，吃的了三节，就他困九八，全部有的什么的，第二个三节收入的这次嘛了。
所以像密日巴尊者、啊、那他能够在一生取办佛果位，也就是即身成佛，也就是说他能够将这些加行法的基础做到位，所以他才有足够的资粮能够堪修这个密续，并且能够快速的成就无上菩提。过去没什么说过那些事了，但没什么说过事就特别强啊，特别强啊，搞事就让人的。过去大马老是光就这么那个坚持，没想把这事就等于造孽嘛，光被特让叫着，没事啊个觉得特叫着，没什么说过那些事了，大哥。不然，密日巴尊者、啊、他在没有修行以前，实际上造作了极大的罪业啊，就是在视线啊，对于有情所化机作视线方面，就是他曾经就是说借由这个就是说密咒啊，就是有一些恶咒的这种修法啊，那他呢就是借由恶咒去杀害了很多的有情。那对，只能只当家他看的看没有了，知道他能刚修就拆。俺提纲劳动的大哥，南龙的阿妈当苏桑木的那些兄弟，这大伯讲讲兄弟骂了。俺那些大英个评价的苏个，他就修刚刚才的什么大哥，后头就他被啷个的那些兄弟没有了是差些。他可能阿妈的是熬了是有事了的，这阿妈的这大哥才叫是他们这里忙不事了的。那之所以会造作这样的罪业，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嘛，白庄严母。那白庄严母呢，因为就是说家里的这个财物啊，都被他的这个舅舅等等的亲人所控管甚至呢就是逼他们为奴啊，所以呢他的母亲就希望呢密日巴尊者他可以报仇，所以送他去学恶咒来杀害这些霸占他的财产的这些亲人。等你怎么的就可能能把钱插上塞的等你这但如果可能但是但上路就当地去了但哦但是那些草地呢但过去嘛什么上路马上让他上路等你怎么的过学问就把钱他很善意就把钱他被劝的去他可能就跟他们过等你就把他去全部的去了等你的过他马上我上路अनि जी पे ती जिसे मारा लोचा वाते पे को दिकाले खासे टेजन तक खुरंग पे जोबा की छंबो यारा ता ती आंगी क्योंने लामाला लोखता चिया तां तनी क्योंने योंगो यों में जिमसे कारजन को जोबा शिव यारा था।那密日巴尊者他造作的这些罪业，就是借由咒力啊去杀害这个亲人嘛，所以他在抱着强大的这个负罪感啊为前提啊，所以他找到了马尔巴尊者，并且呢希望马尔巴尊者能够净除他的罪业，授予他能够即身成佛的法。那等你怎么当啊？就第八十年的书签的了第八九呢？这里边最后的了也忙把那被全部拆的，过今天的前一个是谁？过那几位连呢？这个呢？第八连呢？过去党部重重杀呢？起码被全部拆了。等你怎么的第八重重罪呢？南美几家有嘛？等于说被顶住嘛，从什么有把去全部拆了，肯定呢？第八少少有点少人丢嘛，从阳台的三楼当中，那就等于下去的计划间呢，那你别的第八的狼性的冲冲着的，那你所能够做的，他狼性很清楚了的。因此呢，就是他的上司啊，用了很多的方式啊来折磨他啊，由折磨他的种种的家行啊，比如像盖房子啊等等，那他尽除了极大的罪业。所以我们应该对于忏悔罪障非常的重视，由过去的祖师们的所行呢就可以知道，不应当轻视哪怕是微小的罪行，因为这个微小的罪行如果我们置之不理，它就会在日日当中不断的茁壮，甚至呢变得强而有力的罪业，令我们受尽苦果。列头的养老之外的，特别甚至同这计划就是本没是被养活的，等你养养三亩地的就是养了，但对了，养个偏远休息了的。所以，我们借由七支供养的文啊，将这个就是说供养，还有呢礼敬，还有忏悔相关的重要内涵都含摄在一起，能够以这样含摄的方式修持啊，是相当好的。那等你怎么的答应啊说？上次我当出版的第八十万的这些人的言论对人们是写的有嘛？等于说，我的天主对杨家三路子当
아니 수고 지 양제 지 장난 저 그러고 다 때리 지 양제 지 장에나 다 릴하고 찬도 그러 아니 니마 지 릴 하고나 때 하고 살아다.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七支供养文当中啊，一开始的礼敬啊，身与意的礼敬，然后讲到供养，供养就是有实体的供养以及观想的供养，把供品观想的很殊妙来做供养，以及讲到忏悔。那对于已经介绍过的这些内容，每天做练习啊，把礼敬啊、供养跟忏悔反复的观想或者思维，让自己可以变得非常的熟悉。等你现在等你什么？等第等到第单，他这个送现在就他别啥的产的几单，是像这个生阶段当，然后是前面是工当，等你开始进度，但像这个生活中南京的是工当对吧？所以是三年、两年提供啊，像那样的。这个都是我们的，但起码的给其实的开始呢，讲如果偏的差太多了，但讲如果偏的阳当阳的三度当呢，像都讲不出来呢，过三度的黑钱多了的。那还有就是说提到，我们在念平常念皈依发心啊，那皈依发心是两个，一个是皈依，一个是发心。那发菩提心的内容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修心的方式啊。当然这个。以后在未来也会做介绍。那因为现今这个单元，这个教授主要是在谈皈依。那皈依的部分，我们就应该要烁烁的练习，借由我们现在能够去做到的一些皈依的相关的思维，而来累积资粮。但但给我其中看的是几哪的话，但给侬做的，给侬这样甚至他们现在就偏不说，给侬的各地那所转数东西。대체때배개체물이다당분이지생지타지라펜바쇼냐비갤롱때양지희체모마용하나요지젠게딩에망보삼아니소소나제젠바때야대완도바때딩에만도바탄다리산롱망보땅아니디강아니셈젠젠바이나소소라키왕아마타키왕아마타핀소펜타니센디그다파마나지시바리삼제산롱양양다나아니수페셈그트로알헤그라다셈제삼제지편아삼제뜬리그토할게요뜬리자마다교화가르치기나셈제탐지나주편바쇼세야당디편비치당가디교화쪽에뜬리삼노때가티나당한테빼게참으래那为何皈依后面会连接着发心啊？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善，除了是出自于对于三宝的皈依为动机以外，还有就是呢，我们内心的动机是希望能够利乐一切有情。所以我们做一些善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对三宝皈依，希望我能够利益一切有情。那当我们反复串习这种利他的念头啊，那这个就开始带有菩提心的内涵，就反复的希望能够利益一切有情，那开始将一些菩提心相关的内涵带入来行持这个善行，会更为殊胜。那等一下，等你怎么的？其中说起各地能去去打，去说起计划作业当，去那个多能去去那些的呗，没事被养活的。而是那他，你南京写的也对，但说计划这边的叔叔多多的，但叔叔去那是不点么汤嘛也罢当，但说起本地的，你说起主动下锅要的，另外那样去接触到本地，但要的，等你怎么的，地方的，但说起叔叔多多的怎么的，得去各地那边上路当去，去另外的。别给钱不得，像做南京的猪肉贵了，他特别没事被养活的。那诸位都是非常重视平时呢对于佛法的修行也非常重视行善，所以才会特别想要了解有关于佛法当中是如何介绍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在课程当中学到要怎么样去累积资粮，如何去行持善法，那就应该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应用。但是他所教我们的理论的人，所教我们的理论啥子什么了？你当地啥吃多少个果果糖？你吃多少个豆巴糖？当地的解放不是常州人嘛多？人这样没吃常样，等于用过么多？等于他说他教我们的理上不嘞？你单单样吃这些那个没听他理上都怎么说的？被么是被养活了的？这一生我们所领纳的，是因为过去生。所造作的业，所以我们这一生能够执欲佛法，能够有这个正确的见解，那并且遇到
这个殊胜的教法，也都是因为我们过去生造作了殊胜的业，与佛法相应的这个善，所以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果，因此呢，应该好好的利用珍惜。当阿叔我们忙不住他了，但点就蹲心思也挺多。当阿叔做这个个立定的呢，也不是有的什么，但特别蹲心不休止住个，但我们得把点讲了嘛，他个立定的呢是有的什么，但数据都要过过的，然后有了，但立定的呢是没为呢，他别搞的可修了，他别好像搞的可，当阿叔的走了啊。你怎么的说立定的呢是都，俺的呢是刚刚的之外呢的。这就是干嘛的了呀？说别他给我多钱不修啥啥个样的？立定的呀，别就要不就打了，他得开上什么修的？所以就像在《道次第》的道前基础当中有说到啊，暇满人生的可贵。那暇满人生就是具备八暇十圆满的所依生，因此呢，在具备众多条件都已经圆满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要行持善行将会更为有利，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是获得暇满人生的状态了，所以应该要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个暇满。等你说等你怎么办你开上真的先把现在等你说来当然就当着你懂你咋生开始了你懂你咋生开始怎么办你懂你咋你能说给我个车就让的说上路是不能这是好苦了的但当然你懂你咋生的就你懂你咋你咋就的所以呢所以给我说就对那别这些样子哦他别没事的也会装下什么的这些样子啊你懂你咋说的哦当然大陆路的把给我也会接近的去等这个被说天把当啊你妈人人的人接近什么等你接近呢当我的长那个带起上去他路这个能够等你接近呢放上他就这么给我都全部的说吞住了的那可惜说呢，他在其他的课堂上也曾经有说过，我们今年呢是2023，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比如像过去的2022，那先对2022做反省，那可以再往前追溯，我们在过去旧的一年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行为是不妥的啊？有没有哪一些这个罪业？那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希望将它。做反省进而忏悔化为乌有。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好好的对自己的期许希望能够好好的转变过去的行为并且能够好好努力的去行善。其实上路的这个中的这个是公立的呢你看的那个这个你们的人的上路的哦其实上路的咱们的本身全部的你们这个哦但是你们的本身上路的全部是带送什么真的是错的。等你等你工作在那他很少有说的贴上着的。特别以佛法的修行啊它主要是要靠串习。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每天养成跟法有关的念头然后烁烁的串习。那当我们能够每天都在这个法相关的意念当中串习我们就会养成习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跟法的关系啊越来越紧密。把这干嘛装了抓有啥有你啥人他可是抓有哪抓不起有啥有那后面还有十几分钟那可以问问题所以诸位有问题吗抓有哪抓有哪抓到那背也好的那抓到那一枪就社会抢着了的如果有问题可以问其实在学习佛法过程能够问问题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主播有哪没哪有问题主播没多啊主播没多啊主播嫉妒主播没哪没哭的东西了主播嫉妒也拉顿巴的其他人巴有的有吗国人的有的有吗还是那些开始的这些地方下地方下面那的过来下等这些多少那
所以给大开啥？初心的密码工具的必大的阿美那的什么区域的哈马国的？初心的干啥？初心能给密码变那初心的密码工具。那你初心密码工具的，所以公路公道的必大的阿美那大大的阿美那的的什么区域吧？那所以写在哈马国的。那初心的。소소이약보적고마셔와이나아니지대리지난그거다상지좀들코랑찍어본다코랑뺏잡니군디다차성코랑연산들대리산도상지좀들코랑산도통한적이열다지발이마보산도통한러다아니뜻이래다연락들부터무시기때문에봐다당부시간채워들어가는그런남친이다도통들어가는지난적으로있고연락무시기지때요말다양흑가브레지다양지갈수고로다지든디여로다지다미시옛날들마다고름들어가는인사를다때메시지띠유사말이담아대다옹화대로하다옹화대담아대리다기와족상고야시고로다나这边问到说有不同的七支供养文，有不同的次序啊。那有的先供养，有的先忏悔，是否有差？七支供养完是否要收摄？如何知道自己的观想归境是否到位？那首先就是说自己的观想归境有没有到位啊？就是说观想的归境就是自良田吗？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自良田现在对于初修者也不是马上每一个人就能够观想得很仔细啊。那所以可以首先一开始可以先针对自己个人可以做到的，比如像观想主尊啊、导师世尊或者自己相应的殊胜境为主。那慢慢的再加上别的这个，譬如像说前后左右的佛菩萨、慢慢放入这个自己的观想当中了。那七支供养来说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顺序来讲，一开始还是礼敬嘛，就像我们刚刚所做的介绍，礼敬供养然后忏悔，就是顺着这个七支供养的寄送普贤寄送而来修持。嗯，那什么对，其他有问题有什么的原来准备的忏悔的寄丢过来丢过来啥那言了等不得言了这次才会做的言了做上给我做上我了那这次就用手工教育当他的给我先把卡里钱给我了的那后面提到说七支供养完是否要收摄、那就看你后面有没有衔接其他的仪轨啊如果有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念诵其他仪轨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做一个收摄然后回向非常的理解的像这个新国民是当然的东西国民然后年终的三百国民的当过阎罗的把这些做做特别如果你像这个新什么当然当然的东西三百当然的年终的三百当然的别人不是别人会有但是呢过错家庭不是有三差了等于怎么了东西三百当然东西多了了有的像这个新三百当然生存一来接了有的偏多修有的七支供养主要是净除罪障那还有累积资粮那慢慢的呢随着自己对法的了解越来越广啊比如像菩提心比如像空性慧啊那还可以慢慢把菩提心啊的内容放入、或者思维空性的内容结合。那能够做阎罗的把这些的所有的像这个圣徒做一来第二个节等于什么的像这个圣官呀当地严重官呀同一个上路当的以及我们阎罗的把这些节节的去这个人呢人把他们的全部全部有了他的所以呢在佛法当中每一座法的修持、都可以结合这个七支比如像四维菩提心之前结合七支的加行然后再来四维菩提心四维空性之前结合七支然后再来四维空性那这样一来的话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当我们在修每一座法思维每一个法类的时候会跟没有结合七支会有很大的差别嗯这个对
印度。没有才对。嗯。越南没呢。没有才对。没没。没有才对。对对。嗯，你讲说到你，给这统统写过了的，没事给这录下来的。但当我做地，但我做擦擦擦擦个，我做家事了。等于什么样的？给钱不收拾了，你的就逻辑刚就写那了哇。对，就爱工作了。嗯，对，控制几只呢？主要看自己，啊，也对，给多少人对？看。啊，打到了，多少钱？大概几有咯？那你所说的家属作为鱼啦，米巴工地，家属作为鱼的所说的上路口地，那你上路南路的，大大的亚米拉德斯，北疆南路的，这是开发的秀啊的，那你所说卡的哈高的。说说哈古姆都是过来，大家肯定接受。阿里他当时没事个，就是那当地给有嘛。他说说白菜那当地喜欢那子，他讲如果初生当地忙不上弄当马头呢，阿里建议这个当地当地家，阿里特别他建议是我那些什么就当地的煤矿在这里，就说话大家当阿里别上，别当电脑这个上去专门把有什么就上路当呢，这个人就对了。那刚刚还有针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自己观想的归境是否到位，要怎么知道？那这个部分来说，就是当然是要依照教典怎么说，那就以教典当中所说来做自我的观察或检测吧。但如果真的要依教典，有时候呢未必这么容易做到，特别是对于初修者，所以有时候要随自己的能力啊，有时候用一种就是圣解作揖的方式，就是说。前面的十方诸佛就是冲遍虚空，前面的十方诸佛确实存在啊。用这种圣解作揖的方式来修行，这个是对于初修者来讲可以用的方法。那慢慢的练习，才有可能接近于教典当中所说的。嗯，行吧。还有其他问题吗？有呢。印度就要走一下，阿里主要做啥嘞？主要做那制度，阿尼等于是当阿做他的下岗、出发当，对吧？下岗他就是一样的，养老一点多嘞。阿尼常年当养老四五级他都有了的，等于怎么他养老等得强做，养活就还够菜呢？他说强做就给我啥个？他就卡的时候，他那顿被给切记还够菜了。他得强做早年的芝麻就了，在南美群的麻当，他的干他叔叔给我啥个呢？他给我得被他。就家庭不修长的，我得想做什么内容之类的。那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提到礼拜七支当中提到礼拜支嘛，那供养支、忏悔支，那其余的部分我们就之后上课再解释。那对于已经学习好的、已经上过的内容，大家也都理解了，那可以在每天当中不断的去做练习啊，让自己呢能够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对于佛法教过的内容真正的熟悉啊，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嗯，对，这个，你他这个男人个白菜的各地呢，说吃做的什么了，对的，大体呢，你别他妈西到我的，他妈你到我找人这个嘛的，他妈你到我的，什么到我这个嘛，说什么几万这个啥个找人这个嘛，对，怎么的，男人个白菜的各地呢，样子老的呢，强度偏多少有点大。那还有空的话，《广论》也应该多多阅读，或者《道次第》相关的内容也要多多阅读啊。那多多阅读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不一定只是读一遍，多读几遍。那当不
不断的阅读广论、啊、多读个一遍两遍之后，每一次呢、阅读呢一定会有更深的体悟，一定会有跟之前阅读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这里去你拉拢个别下的杨丹阳的他你第三路杨丹阳的当你当那个阎罗天把的都是杨丹阳的现在当我那个书记了托巴斯年的当我那个接个的所有的全部有的。所以一方面呢沿越这个无垢的教典，但这里所这里我们的无垢教典就是先以道次第修心的啊，道次第修心教授为主。那再者呢，就是借由七支而来做多门的净罪集资。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对于道的证悟跟体悟啊，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并且一定会有所进步。当我说去。是罗尼当就等这个南坦当这里他是什么？他就就是嘛，那是为什么？他别给他全部修，他这里有了的。我都是查到当部那些这里查到就这里找你们嘛的。他工作当部就我做那些有就工作，他工作家里就工作上路忙不忙不当这里这里查去了。这里怎么的？我做对那些这呢？那工作那些就我是嘛都够长路哟。这里怎么的？对各地那些嘛人，当我这里就结果什么？这里送什么人？别给什么的。那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啊道次第相关的教授，那他有一个特色就是易于调心。那问题是呢，我们一定是要多多的串习啊，多多串习呢，才会发现说他对于我们实际上在修心啊，的确有他的方便。就像我们思维小满，思维无常，不断的思维之后，我们慢慢的。在对待人生的价值观会开始有所改变啊，开始呢会对于法的修持开始重视啊。那如果没有说说撰习，我们就会不断的把心偏向朝向这个现世的部分。所以努力的修持佛法相当重要。那今天时间到，我们就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